我知道这像啥了。我想猫罐头啊！啊，这个像猫罐头。你养猫吗？我不养猫。你有见过猫罐头啥样吗？我见过，没吃过。嗯，一模一样。你看，游泳强还是给王老师带来了独一无二这种不同的体验了吧，对吧？喝完汤就是猫粮了。这个还有小设计，嗯，不错。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什么？节约。节约。哎，人喝完了，猫还能接着喝。哎，一杯更比六杯强。哎，一杯更比六杯强，也要放多也能强。下次拌个面吧。对。换种吃法，鱼腥草加羹，再来碗干面，鱼羹面可以。鱼羹已经听说听了这话，哎，你里面来来干羹，干羹。